他要唱的那首歌，内容就是讲一个女孩子患了血癌，也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他今天又找了一个合音团来帮他唱合音，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《遥远的他》。放弃你，我做不到。太好了，好评，非常好，好评如潮啊！没有，所以这次他唱完以后，我都不敢唱了。哇！徐友是我的师兄，真的是我的师兄，因为我们是参加同一个歌唱比赛进入乐坛的，他是第一届，我是第二届，所以这一次当我确定要选他的歌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想到打电话给他。你觉得那个遥远的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遥远的他比较适合你的选择，他是比较。内敛一点，然后比较后来深比较深情。对，要是我要帮你选的话，我会选遥远的他。遥遥万里，心性有否偏差？我在梦里边，始终只有。其实后面是很澎湃的，前面其实可以。我不觉得排任何一个名次会觉得很丢脸，但是如果你唱完了以后，你觉得那个编曲不够人家好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丢脸，这个是很重要。爸爸，其实可以放在后面。我觉得在每一个行业里面，拿到一点点的成绩，我觉得从来没有幸运的，运气可能只会占小小的位置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努力才会拿到小小的成绩的，这个是一定的。远方的他，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。在这半生那天，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望向他，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这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人无觅处。
若这爱是出真与假，遥远的他仿佛这风先跟我话，热情若冇变，那管他沧桑。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，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。遥远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说话，热情并冇变，那管他沧桑。再归家，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。遥远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说话，热情并冇变，但管他沧桑变化。跟大家掌声给我身边的 Metro 和音团，还有帮我弹钢琴的 Johnny， 谢谢。在我以前帮学友录的时候，刚好是1986年，刚刚是30年了。然后李克勤他今天改变了很多，他用一种像黑人的教堂里面英文叫 Gospel 的 Acapella 的那种唱法，像一首新歌一样这样。